大个头，没有任何冰衣的扇贝肉啊。看这个质量，嗯，看到没？太肥。一点冰渣子都没有啊，看一下，一点点冰都没有。回家怎么吃都行啊。这个水放多了。涮火锅炒这个辣椒吃，然后那个你可以清炒，对吧？或者直接怎么吃啊，包饺子吃都行，这个上面特别鲜啊，关键啥，反正酱超好。